们这是自个的土鸡啊，熟人买的，活鸡都30多斤，你看肉吃好紧张嘛，你看这些腿腿，肉好老嘛。哦，它食人鸡和那个土鸡咋区分呢？哦，那肥皂都多长，你看嘛。我们把绞了，看这个位置嘛。哦，把绞了，做个长肥皂。我们把绞了，还把搓了手。哦。哦。现在这个是咋卖的？好钱份呢？30起半，30块钱份。30块钱起半。哦。办40、50都可以，总之最低办30。兄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肖哥，今天我在。
我吃不出来，谢谢大家。